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能够与大家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是的，我们的主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。而我们的大祭司呢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的体恤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恩惠随时的帮助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赞美他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。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，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每一天，我需要你，你话语如甘霖，每时刻，我需要你。圣灵如雨降临，每一天我需要你，你话语如甘霖，每时刻我需要。
我们需要你，更多的需要你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时候有感动的，可以将我们的祷告来献上给爱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赞美他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，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你看守，主啊，求你掌管，求你使用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生命掌管每一天的力。哈利路亚！各位弟兄姐妹，能够来赞美，赞美我们主啊！
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时候有感动的，可以再次将我们祷告来献上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赞美他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也有一个谦卑而顺服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们要顺服，要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神，你们的神敬畏他，谨守他的诫命。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生命记十三章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主啊，我们要听从你的话语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。
我愿意降服你，我愿意降服你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敬拜赞美的最后，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祷告献给那最爱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赞美他。